你是谁？放开我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 前面就是天玉山了，母妃就在此处静养，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。那我们要不要上山去探望一下？算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。王妃娘娘，桂嬷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去救太妃，太妃被人抓走了。那你看见是什么人了吗？ 他们都蒙着面，就看见他们身上挂着的是宫里的令牌，是宫里的人。